你去找吴佳文，我当然爱教死你。我马上要做你的新妇，你搁对吴佳文思思念念，你不爱让我面子心。无法度啊，就亲像我讲的，你甲佳文根本都袂比的。 拄则我伫咧外口，毋知影人分去，是嘉文甲我爱来骗伊。啊，若换做是你，一定是想要除我的性命。你是气小子！ 你毋是讲我两日目睭敢若痟到共款，看到人就要咬，我即马就痟互你看。是要做啥？你是要做啥？我是你未来的新妇，这个妹。 是你新妇的好意，你紧吃，莫跟我作对。 好好的糜你不爱吃，一定爱压到跪涂跤，你才要吃。你讲。 你是不是犯贱啊？你讲啊！你是不是犯贱？假使你若唔敢承认，你就莫了啊！也若无，我会伫阿嬷的面头前，交遮个代志互伊听，我才看阿嬷会甲你带去你公妈听，假死你无？安怎？唔敢讲话啊！哦，你这种人就是惊歹人啊！ 是吧，冷静静，家己先反省。是大波是大的款，是谁当然嘛无先是谁。你这乌巴桑，那会这样假包啊？你甲正面前途毁掉，你敢知影？你是安怎要安怎做？你讲啊！你对我讲话较尊重的，我是你的大家。你做一个大家，无做大家的款，叫你乌巴桑多好尔啦！我可劝你，你上好是甲身体顾好势，没有什么事干成。 那无我绝对叫建明哦，甲你送去养老院啊！甲恁翁做伙做厝边，我一定会保障我家己啊！真正是家门不幸，出你这款歹媳妇啦！你紧倒来管伊啦！欸、你啥呐？当我手机啊？相公，你要讲我的歹话，又搁去找建明倒？你无想要跟我斗阵哦？ 我才无想要跟你住做伙的啦，即马时代无同啊，你莫叫是讲新妇拄着你这种歹大家，敢那会当吞忍？我甲你讲，我无得惊。你看你讲的什么话？我是照事实甲建明讲，我倒一句讲唔对。你即马唔是咧侮辱我，无啥物是侮辱啦。 就是要跟笨手工作伙啊！你即摆是咧创啥？你若真正敢伤害我哦！
还革命一世人未完了你哦！我即马若是无处理你，我只个一世人拢未完了我家己。真正恶人无胆呢，我只是要提家刀架死你尔，你就是讲我要甲你抬啊？你哪会是这款人啊？我无你这款媳妇，你给我出去出去！带伊狗仔来，啊！伊就讲要甲彤彤暂时，我要带阮家咧。啊！即摆伊两人伫倒位？我带干员给我走去煮饭啊！啊！甲休拢无人伊，可能出去啊！哎呦，我不住。哎，好啦好啦，莫阁讲啊！我先带你去病院吼，你来坐。